动的组合而成，而基本十三式呢是彭丽击案采列准考进退步判定，八法五步，也就是太极拳的基本要素，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十三式啊。好，一路同行，精神。初六又来了，合验七七五来了。平心而论来了，向光明进军关注了直播，太阳花分享了直播。虽然有的拳友没有爱太极这三个字，但是我也认为你们是喜欢太极拳的，有了更好，有的话我们会感觉更亲近，我更愿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这样是对他这个平台的一个支持。我们只有支持平台了，平台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啊，没有区别，没有歧视啊。好，基本十三式，我稍微放松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吃完饭上来。所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练拳的经验，就刚吃饱饭的时候不可以太剧烈的运动，不可以太剧烈的运动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基本的常识在啊。初六说谢谢老师的理解，回惠利分享了直播。但启荣分享了直播，吃的羊肉泡面，我们这有羊肉泡馍，还没有晚上吃的比较饱。好了，预备式，松落下来。松定之后开出半步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基本十三式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能不能打出来？能不能打出来？第一个动作什么？第一个动作，张鹏打出来了，还有没有？有的可能找不到这个字儿。副局香打出来了，好，鹏 ，arm 写的懒扎一，我天哪，这是基本十三式呀，基本可不是和谐十三式。和谐十三式是懒扎一，基本十三式第一个劲儿捧进天下。对了啊，我家先生许毅才从陈家沟学太极回来，非常崇拜太阳花的先生啊。贵阳的哦，我们的教练都知道太阳花的先生是贵阳的。哎呀，太阳花这个棚子打的是非常准确的啊，带木字旁那个就有点，就有点，替代性了啊，七月清风把十三式全部打出来了，他学过，跟潘峰学过，对，彭丽坚才练这个进退步判定，好嘞，我就先练第一个棚进，好，肩膀打开，和手背相合，这样子把肩膀打开，开关节。关节一定要打开，沿中线起，然后身体往下沉的时候，肩背肘手逐节伸展打开，横继续做横，往前横出。再做一个棚，
哎，坐前方，腾出。第二个动作，该第二个动作了啊！吕会不会写？吕，这第一个吕，哎，调换之后，第二个吕，哎，调换之后，第三个吕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挤，哎，合过来，髋关节和肩关节同时转动，哎，同时转动，转，然后一侧身一开步，哎，挤出去，再合进来，哎，左右兼顾。髋关节和肩关节同时旋转，侧身之后开步挤出去，哎，第四个劲儿按，可以从上往下按，可以从后往前按。王志霞打了一个弹，啥意思呀？哎，这是从后往前按，推按。哎，从后往前按。哎，双腿掌从后往前按。好，李姐，接下去是踩裂肘，靠踩，撤步。引带过来。然后转下踩，再撤步，引带过来，引带过来之后贴近身体之后往下踩，从两侧合进来一个小短劲儿，踩，踩完之后。是什么呀？接下去踩劲儿下面是什么？踩，谁第一个能打出来呀？要叫流水人家。哎，列错了啊，列一定有个提手旁。哎，列，哎，太极丫丫打出来个列，但是谁打出个别呀？八，打出个八，对，列，提手旁一个列，哎，队列，列宁的列啊，哎，这列，列，左右都有啊，刚开始，左列，哎，一上步又一换劲儿，右列，再合进来，又一个，左列，再合进来，哎，一开步，右列。所以十三四在编排的时候，一定是左右都有，哎，左列、右列，哎，都要练习到。列完之后，彭丽娟踩列，该肘了，肘，哎，一放松，哎，松好，哎，身法站稳，身法站活，放活，脚下站稳之后，哎，松好，哎，肘上。哎，上调肘啊，哎，起，哎，一换步，再起，一松回来，横肘啊，哎，倒，卖掉了，哎，横肘，接着呢，左手一挡，嗨，左横肘，哎，两手一分，再合进来。放开肘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肘已经打了5次了，哎，已经打了5次了，哎，左右上调肘，哎，左右横开肘，和两肘同时横开5次了，
呀，彭丽媛采撷粥，哎，靠，哎，靠呢是肩膀，用肩膀来靠啊。得一松，哎，一个转身，90度的转身之后，左肩靠，再一松，再上90度，右肩啊靠。所以身体是越能够放松，越听话。什么叫节节贯穿呀？哎，你的每一个骨节、每一个关节都是活的，都能听你指挥。如果它都能松开，那么它就可以都能发力。松说明它听你了，听你的指令了。如果让它紧，它也能听你的。所以能松就能开。能柔就能刚，所以说至柔就可以达到至刚。所以靠也是这样子，用的都是短劲了，哎，越来越短。拳打脚踢呢，距离比较长，哎，肘呢中距离，靠呢是贴身靠。所以我们在练习靠的时候，不能打远，哎，用肩膀去打远处的时候。就没劲了，打不动了。所以，步身法扎出来之后，先是短距离的练习，把身法练活。左肩靠，左肩靠，重心的转换，躯干的旋转，最终是肩膀的松出来，送出去，靠，靠。如果站着，我们在站着。把这个动作做熟练之后，在这个实际应用的时候，一定是有步伐的变化的。哎，有没有要加上步伐的训练？哎，坐靠、坐靠、坐肩靠，哎，步伐的训练，可以左右转身，往左靠，往左靠，坐靠，退着靠，进靠，有步伐的变化。左边练过。练右边一样，先是原地的训练，身体都松，先不去发力，先活，非常活，然后有沙袋可以做一个，做一个这个靶子，我们点它，点，点，点，逐渐改变距离，一个上步，靠。逐渐把步伐要练，也加上去，一个贴近之后，一个转身，靠，所以最终所有这些发力啊，在应用的时候一定是有步伐的灵动性，才能用好。这个靠之后，靠完之后进，一个转身，一合，我们叫。打开合紧凑了，腰胯一旋转，合紧，合紧之后由下由外往里合，由下往上合住之后，加上步伐往前进，再换步伐，合过来，从外往里，从下往上，合住之后一个一个步伐。手到、身到、步到，进，退到卷弓，退的时候不能夹住，不能缩到一起，所以一直要保持身体关节的开张，所谓的动作收回来，关节不能收，关节依然是开的，开的，给关节一个活动的空间。没有收回来，关死了之后就出不来力量了，也失去了活性，就被动了，僵了。所以这个进完之后是退，我们就做倒卷弓，往后倒步，两肩膀都打开，重量松出来，一转腰，开，好，另外一侧收回来，一转腰。一转腰，
对松非常重要，哎，一定感觉自己的两个手臂啊，像两根铁棍一样有重量。哎，这是两根铁棍儿，梆，哎，前后一打，哎，杵出去，哎，打。越大，感觉不到手上的重量，说明我们的放松是有问题的，哎，松的不够透彻。退，哎，下面是什么？进退顾盼的，哎，顾就是往左顾右盼嘛，哎，左边走了，哎，往下一沉，哎，一沉，哎，看着是缩回来，其实是为了进，哎，往下一沉。哎，缩回来了，缩回来是为了进，哎，往下沉是为了往上走，一沉，开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老家二路里面这个黄龙三角水了，哎，黄龙三角水，所以太极拳啊，哎，是含而不露，哎，蓄而不发，好像是烫。哈腰肯定是用不上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就告诉你要注意关注这个手，哎，左顾，其实要特别防止右边这个手，可能左边一挡，烫，这个拳就出来了。左顾右盼，哎，这个意思，哎，不是光有左边，哎，光是左边在走啊，左边也要打好，也要把它走好，哎，为右边创造更好的条件来。哎，退完之后，哎，左顾一沉，看，再松，看，然后一换手，哎，这边一侧，左右兼顾啊。不是光是右手，所以这个左手也准备好，时刻准备好了。哎，一沉一挡，开，松，哎，左顾右盼，左右兼顾，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呀？哎，定，哥，定，哎，一打开，哎，从中线穿上来之后，一浑身沉下来，中定身法，注意两个肩膀啊，两个肩膀要有意识的开，哎，不能这样。夹着肩膀应该是开出来，肘呀，肘往下沉，往前走，哎，肘是先往下再往前，把肩背啊完全带开，整个肩背带开，后面这个手臂也一样，哎，这个肩不能挑起来，肩膀应该是沉，哎，沉下去，开前后劲儿打开，哎，上穿沉扎稳了。打稳，然后松回来，收哦，是收右部，我们把右部收回来。为什么收右部呢？动作编排的时候有点偏这边了，所以一收的话会更偏这边。朋友们，哎，把右部收回来就行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。嗯，好了，刚才这个是。基本十三式，彭捋几按采列肘靠。好了，暂时演练一下啊，接下来和大家来讨论一下，交流一下啊。
简化太极拳开始啊，哎，从简化太极拳。哦，连哥是南京市浦口区的啊，哎，就是先通过简单的太极拳来了解它的精髓，哎，来了解它的要领。明白之后，就是对着太极拳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之后，再去学其他的，哎，又不至于长时间的迷茫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大家都迷茫，哎，比如说学个简化十三式。那么其实从头学到尾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迷茫的，但是练着练着就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动作少，所以你迷茫的时间长度会短一些。如果我们直接学习传统的老家一路呀，太长了，70多个动作，所以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迷茫的。力扬问发力对你来说是缺乏爆发力，我们应该怎么练习？第一个就是，如果是锻炼身心的话，不要去太强调和在意发力，发好发不好，不要太在意啊。如果用于比赛，要打出那种效果，或者是要提升自己的爆发力的时候，那就需要把这些单独列出来进行单独的训练。就是对这个动作要进行强化才可以，才可能逐渐找到它的窍门儿，是动作不协调，是动作没有协调好，还是松的不整，还是什么问题？单独把它列出来之后，去找它的问题所在，进行针对性的解决。哎，基础十三式对初学者效果很好，也对一些有太极拳经验的拳友来说也很好，因为通过这些动作可以更好的来理解十三式啊，什么是旁，什么是捋，哎，挤按踩裂肘是什么，怎么表现的，通过这些动作也能够更清楚的反映给大家啊，对。阿空这个问题啊，说养生的话，学一套老家有足矣，哎，足矣，不需要学太多。太极呀，感觉就是好难找到这种感觉。周身相随，随谁呀？随哪里呀？哎。周身相随，随哪里？随丹田，随丹田，还是讲的是禅思的问题啊？禅思，以丹田为核心，节节贯穿而动，周身相随，是不是？哎，随着丹田的意图而节节贯穿在运动，周身相随不乱，妄动也不知道是干啥呢，一个东一个西的，是不是？好像动作与动作之间，左和右没关系，上和下没关系，前和后没关系，就看着比较散乱了。哎，这一举一动都是听丹田，丹田一动，当，哎，右转，上下，哎，都是随丹田走的啊。哎，这叫相随，随着丹田而走。小倩问陈老师好，能不能讲一下气劲儿结合？具体怎么练习啊？不讲气，讲意，不单独去讲气，讲气越讲越糊涂，讲一会儿把老师自己都讲糊涂了，有时候这个气呢，代表你的呼吸之气。有时候这个气呢，是身体这里边，这种感觉，所以这个气的范围啊，涵盖的内容太多了，所以讲着讲着就容易讲，把老师也讲糊涂了，把听众也听糊涂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苦啊？
这个是叫什么呀？陈皮放太多了，第一次喝到这么浓的陈皮味儿。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念和力结合，那么在用发力的时候，比如我们在做发力的时候，意念呢不能太执着、太专注、太专注、太执着、太专注、过于专注，这个劲儿也形成死劲儿了，也会形成死劲儿。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太极的阴阳互为根的平衡关系，平衡关系啊。我们常说这个双重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本来我们的劲是很活的，很活的。但是意念太强的时候，意念太强的时候，会影响了这种灵活性，灵活性，所以尤其是什么呢？意念又强，外形又紧，这就形成了双重，形成了双重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种活度，不要太偏执，不要太偏执于。一个方面，一定要看看这个太极图，它是阴阳平衡的，既不偏那边，也不偏这边，它最终的结果是活顺，非常活，非常顺，非常顺遂，才可以，就是气和劲儿呢，他们俩之间的配合呀，要把握好这个度。这个度呢，没办法去量化它，这是我们的身体感受，很活、很顺、很自然，不勉强，又快又急又有力道，而是从由内而外的这种打出这个劲儿啊，意念强，体也不容易松，对，知行合一，这个理解是对的啊，因为你想想，我们平时遇到紧张的时候会不会紧张？身体就不由自主紧张了吧？遇到紧急情况呢，都不由自主是一种紧张吧？意念那个时候是高度集中和紧张，所以就容易形成这样。但是通过太极呢训练的时候，训练的时间一长，有时候也特别紧，特别紧急，但是不至于身体不至于那么僵了，它有这种活性，而且心态也越来越。心态啊，越来越能承重了，也不至于说那么紧，那么紧了。心静神活，知行合一，这个理解都是，有深度的啊。这样越小越好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表现的大一点，手翻手往上，把后背通开。通活，逐渐把它做得非常小，好像身体没动，意气呢在动，形越来越小，这就是小圈儿，这就是小圈儿啊。好，对，意念引导，肢体表现，对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老师讲讲大周天和小周天。老师不讲，因为这个，和气功是有区别的，老师也没练过啊，主要是老师没练过，不是保守，只是知道这个大周天和小周天，听说过，但是没练过啊。怎样分享直播？陈维英问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怎样分享直播呀？一会儿让张鹏老师教大家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，可能会有某个东西。右下角有三个点，看见没有？你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三个点，点开之后会有分享两个字吧，然后你点可能就分享。第几个？
好，对，右下角有三个点啊，你点开之后，第二个就是分享。陈维英，你学会了吗？哎呀，陈维英已经学会了，已经分享了啊。千瑞，哎，大家都学会分享了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有跟进。力量大呢，我们就捋就让。陈教练在哪里？院长，陈教练在哪里？啊，哪个陈教练呀、啊？好，捋，哎，重心往后移动，手往下一按一带，往后捋。大家注意什么呢？不能无限的捋，结果把自己捋的难受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肩膀都夹到这就特别难受了，被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捋到一定时候就不能无限的往后捋了，把自己捋到死胡同里去了，哎，结果捋得自己无路可退了，不行，所以一定要知虚实。一发现自己不对劲儿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再来就过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一转身，哎，我重心反而往前走了，看是往后捋，有时候我重心往前一走，一转身，反而对方又往后面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如果一个劲的往后面拽，捋，重心不知道回的话，最终自己也别扭了。所以捋到一定的时候，哎，一个转腰，哎，然后换回来还是这样子，捋。哎，一个转腰，哎，捋，一个转腰，捋完之后，哎，捋完之后挤，哎，一合，然后这髋关节和肩膀一转，哎，一侧身，哎，一侧身，腹椎打开，出去，哎，挤出来，再合，另外一侧也是，髋关节和肩膀一转，一侧身，开。按是从上往下按，从后往前按，哎，一转身，从后往前按，陈少彤啊，陈少彤是队员，他哪是教练呀？现在正在训练呢，他是孩子们的生活老师。好，刚才还有一个啥问题嘞？哦，走，继续往上走。就是我回答这个千蕊的问题之前，好，请大家好，14.1万，一定要点到15万啊！10秒钟时间，快加油，加油！10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